槟城炒果角，槟城人的早餐传统。请各位留守我们的视频到最后，因为我们将会告诉你槟城炒果角最便宜的地点。槟城，马来西亚的明珠，以其多元文化和美食而闻名于世。在这座美丽的岛屿上，炒果角是一种备受欢迎的早餐，也是槟城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这道美食融合了不同文化的风味，创造出独特的口味，吸引了无数食客。本文将带您探索槟城炒果角的美味和文化背后的故事。槟城的早餐文化，槟城一直以其丰富的食物文化而自豪，尤其是早餐。炒果角是槟城早餐的代表之一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。这道菜的名字中，炒表示了它是经过翻炒的，而果角是指一种米糕，是其主要成分之一。传统的制作过程，槟城炒果角的制作是一门艺术。首先，大厨会将米糕切成小块，然后在炒锅中翻炒，配料包括鸡蛋、鲜虾、蒜、鱿鱼、葱和豆芽等。这些食材经过高温的翻炒，使它们具有独特的香味和口感，独特的口味。槟城炒果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多元文化的影响，这道美食融合了马来、华人、印度和其他文化的元素，酱油、辣椒酱、咖喱粉等调味料赋予了炒果角独特的风味。每家小摊都有自己的秘方，因此您可以品尝到各种不同的炒果角风味。槟城人的生活方式，槟城人将炒果角视为一种早晨的必备食物，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，他们都会在清晨前往街边小摊或咖啡馆享受一份美味的炒果角。这不仅仅是一道食物，更是槟城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的一部分。炒果角的社交意，槟城的街头巷尾总是弥漫着炒果角的香气，人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分享这道美食，畅谈生活。这种社交活动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，加深友谊，使槟城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。保留传统，虽然现代生活节奏加快，但槟城人依然坚守传统。他们坚信保留炒果角这一传统美食是保留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，因此槟城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和传承这一美食传统。槟城炒果角不仅是一道美味的早餐，更是槟城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其独特的口味和丰富的文化背景使其成为一道独具魅力的美食。无论您是当地人还是游客，都应该品尝这道美食，体验槟城的文化和生活方式。炒果角的口味有多辣？炒果角的口味因地区而异，有些可能非常辣，而有些则较温和，您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不同的辣度。有没有素食炒果角？是的，一些摊位提供素食炒果角选项，通常使用豆腐或其他植物性蛋白制成。炒果角的历史有多久？炒果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年前，是槟城的传统美食之一。哪里可以找到最好吃的炒果角？槟城有许多知名的炒果角摊位，包括乔治市的咖啡馆和小巷，您可以向当地居民或旅行指南咨询建议。炒果角和炒果条有什么区别？炒果角和炒果条都是马来西亚的传统美食，但它们的主要成分和口味略有不同。炒果角以米糕为主，而炒果条以粉条为主，口感和条。2023槟城炒果角的价钱从3块钱到6块钱不等，加料另计。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便更多美食探索内容。如果您对槟城炒果角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。感谢您观看本视频，我们将在下一个探险中再次见面。在亚一档炒园和茶餐室有一档炒果角，才3块钱，你看它会刚刚只有3块钱这样嘞。老板在每碟炒果角都会加2个蛋，却只卖3令吉，吸引不少顾客排队光顾。